他这个提案本身他谈得非常的模糊，所以就算他公投通过了，也只是属于一个比较咨询性建议性的，就是说人民好像反对这样子的记录，可是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则，你还是要回到立法院去进行攻防。那他现在的之所以要发动公投的理由又是说因为在立院攻防可能赢不了，所以这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自相矛盾的状况。另外一个是我们比较从政治或选举的角度来观察，现在几乎每一个出来选举的政党或派系他们都会带着一两个公投夹带的公投的联署来进行他们选举的活动，因为其实实质上真正的选举活动必须要推迟到选举前非常晚近大概一两个月才会比较能够合法的来进行。可是公投你在目前联署的阶段你其实就可以有非常多的造势，甚至还有募款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联署的活动，这个公投的活动它可能比较偏向于马戏，他们想要进行选举操作上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马戏的确是有一些人年轻的候选人正在竞选，他们的确需要一些母鸡带小鸡的这样子的效应，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就算是马英九本人没什么意愿，他底下人也会拱他出来一定要搞这样的一场。不管蓝或绿，不管哪一方面的一些政治人物，他只要做任何动作都有一些正面跟反面的解读，所以我在这边呼吁说司法当然每个人都关心，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尽量让司法还他一个空间，让他有一个纯净的空间，让他好好去独立的去运作。包括官说，何谓官说，这个部分我想需要界定的比较清楚，因为这毕竟是要判刑法的，并不是说一般的一种只是行政处罚。朝野只要有共识，我想不一定要公投就能过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不管蓝绿如果认为这一条应该要过的话，我想尽量就要赶快定一定让它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有非常多包括废除劳基法的公投啊等等啊，这样的公投提案非常多，也都联署到非常后期那我们相信通常来说到了越后面这种公投案会越来越多一旦多到某种程度可能就会真正失焦了所以这个就当下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公投的意义的确是真的不太大的。我们当然很不希望说政治意义能够再介入司法因为司法的公正本来就是需要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一下下得太猛的药，让政治不管是蓝或者是绿去介入或是说要求司法做一些事情，我想都有一定的那个反作用力了。所以是不是需要用公投这个事情来改变这个事情来改变这个妨害司法公正这个事项我觉得是不是有在思考的这个余地。